Hello， 听众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，我现在正在米兰的酒店中，过一会儿呢，我要去看 Gucci 2023秋冬女装大秀，准备好了吗？跟我来吧。其实这一次还准备了几套其他的 look， 可以看一下。为什么选这一套呢？因为想给大家呈现一个放松的感觉。接下来带你们看一看出行必备的东西。一般我会带充电器、手机，当然还有最最重要的证件。那我今天的穿搭三个关键词呢，就是松弛、复古，还有惬意。这是 Gucci 给我准备的惊喜吗？让我们一起来拆开它吧。哦，这是彩铅，很好啊。这个都舍不得用了，珍藏吧。